行啊，不行，咱也玩中单狗头就得了。你这，哎呀，每天都白玩，整的我挺难受。说实话，赢一把输一把，赢一把输一把，赢一把输一把，胜率维持在50，很稳定，稳定50。全军出击！刚才停电了，峡谷陈真啊！哎呦我操，有个人改名叫峡谷陈真，说刚才停电了，没事，陈真不赖你。没举报你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你停电了，我一想就可能你就是停电了或者咋咋地的。回血，哎，一血还可以接受，哎，没回上来，回血死不了。我以为能 A 到呢， A 不到。我就想问个问题，为什么这兵线这么垃圾？既来之则安之。我可操了，哎，俺俩都没推兵线，凭啥他兵线这样式的呀？这还能玩了不？这你亏了，那肯定是亏了，亏万级。先杀落手了。是呀，卡特琳娜 ，nice。我二级的猴过来帮你玩儿。还行，俺俩的目标打的都是一个人，可以接受。这波落手先白给。卡特直接起飞，哎，这波你亏了吧？啊，这一波你亏了吧？小伙子，轮到你了，你难受不？我问你难受不？你难不难受？拜拜！你是头一个站在我对面玩落手的人，兄弟，
给你一个大拇哥。而且你也是头一个敢在我对面玩落手先用 Q 的人。再给你个波波。并且你也是头一个敢在我对面玩落手不带骸骨筑城的人。爱你，回家。推了，作曲家。来了。你要每把都这落手剑筋啥的，说实话就挺好办的。你落手剑筋剑魔，然后那打野吧，就别老是我杀人的时候往我这赶就行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四连败倒没事儿，这不运气来了吗？不过运气来了一会儿运气又不好了，就从来就没有过连胜七八把的，这从来就没有。为什么？我不配吗？就不能我 C 的时候赢，我不 C 的时候队友带我赢，就不能这样式的吗？为什么都得是 C 了赢，不 C 他不一定赢？为什么是这样式？你俩这是想补这炮车呀？他都不管你，你看见没有？好兄弟。好兄弟，你补兵吧，好兄弟。这你还非得要想杀我？咱俩都好兄弟了，你还要杀我呀？咋这个样子？呀，我的塔皮。难道只能出三项了吗？难不成只能出三项了？这潘森就跟着那落手，两个人连体婴了，合体了。你俩吵啥架呀？不应该跟打野吵架吗？我看他俩是不是打那石头人的了，瞅眼。没打，他俩跑中路去了。出去把潘森举报了。落手的问题，谁挂机谁的问题，谁不好好玩谁的问题，知道吗？别人可以菜，但你不能送。
我想杀这落手，你知道吗？万一我杀这潘森，把潘森一激怒了，是不是？或者我让他们俩直接都死了也行，直接夫妻双双把家还呢。看来对面并没有不想玩，所以呢，我们呢还得是好好玩。一会儿看着潘森直接把他杀了，有钱。即使会怕激怒这个潘森，我也得把这300块给他拿了。我推了啊，你们要想快点结束呢，你就别守我，赶紧咱就下一盘。干哈呀这？有点太嚣张了吧这？给我套虚弱了。他多少移动速度啊？他365，我408，意思没？哎，真是服。这都没意思啊。这异技能的伤害也太低了，应该加强一下。嗯，出个帽子。其实以前 AP 加成也挺高的，现在好像 AP 加成也不高了。140点魔法伤害，太低了。要是140点还能附加个平 A， 这就不一样了。这就跟武器大师那 W 就差不多了。来了吧，上高地，他这波没有虚弱了。哎，我 A 的好像挺爽啊，我这看的。没有防御塔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拆完了，俺们拆上。
哎呀，赶紧的，这15分钟完事儿了，没浪费时间呢。回家。蓝枪去张潘森的线儿吗？是吧？我以为上路跟中路干起来了，因为那潘森一直去找那落手啊。呀，把蓝枪杀了，来，找到他，都杀两个人。我整个峡谷完事儿，游戏结束。这把就相当于上把还给我们的。Fuck you， 留个局儿。这怎么死的呀？看看录像，看什么录像啊？他们之间的事儿跟我又能有什么关系？谁也不好好玩，我就举报谁。我看谁敢不好好玩。